韩国人气选秀节目 Produce 101的最新企划 Produce 48最近正式开始了制作。据 Mnet 电视台工作人员透露， Produce 48节目组已经开始了以韩国和日本的女训练生作为对象的选拔。曾执导 Produce 101第一季和第二季的安俊英 PD 目前正在往返韩国两日进行 Produce 48的制作。Produce 48是一档融合了韩国的 Produce 101和日本 AKB48 两种不同选拔体系的选秀节目。Mnet 电视台将通过该节目与一手打造 AKB48 的邱元康合作，推出一支由来自日韩两国的成员们组成的女子偶像组合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